听看。那这也是耗了一个多月才有办法打预防针，它是牙龈破皮，也是口炎感染的，所以我这样来来去去，我计程车的钱花很多。今天终于打到预防针了，也洗牙也拔牙了。不过他也是要持续吃药。这个就是健康拔下来的牙齿，5颗。